狼人躲猫猫，今天小迷发现了一个最佳的无敌点位。这边我们先顺着水柱爬到屋顶，然后再把上面的补给品都给拿上，有飞毛腿、隐形药水、传送门和 AWM。 接着顺着这面墙往前走，就会发现一个类似于洞口的地方，只要在跳的一瞬间贴着墙按着前进键就能轻松下去。 OK， 我这个位置绝对够隐蔽，狼人他们肯定发现不了。既然是狼人躲猫猫，那肯定不能当狼人啦。这边看我先更换角色伪装一下人类。哎，啥情况？怎么还伪装不了啊？不管啦，就算是露出真面目也照样能抓到小迷。兔妹妹，这次你要是能抓到我，我就倒立洗头。年轻人不要口出狂言，玩躲猫猫我可是大神。不过一般像小迷这么狡猾的人肯定会反向思维躲在下面。这边看我先从水池这里挨个排查。不是吧，这都能被你给发现，别抓我啊。管啦，被我给找到了吧，给我狗带吧。哎，居然不是小迷。哈哈，我才不会躲到那么明显的地方呢。可恶，别嘚瑟，今天不抓到你善不罢休。这边看我挨个把这些窗户都给翻一遍。哎，奇了怪了，怎么都没有啊。我有办法了，你们都躲到哪里去了？我在这边好怕怕啊。只要告诉我躲到哪里，我就给你十包薯片。我躲在了草垛里面，快来，我这里很安全。伙伴别暴露位置啊。完了，这个兔子真坏呀。哈哈，给我狗带吧。什么情况？为什么他是狼人？嘿嘿，这个方法果然好使，看我孤技重施。你们都躲到哪里去了？我在这边好怕怕啦。哼，休想骗人，你就是披着羊皮的狼，伙伴你们可千万别再上当了呀。可恶，居然还揭穿我，看我抓到你怎么收拾你的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吧，这找了大半天连个人影都没发现。趁着这个机会看我怎么好好的和他玩一玩。这边我先吃上隐形药水，然后利用传送门出去，让你欺骗伙伴，看我 AWM 的厉害。谁？这是谁在打我？嘿嘿，被戏耍的滋味怎么样啊？看你还敢不敢欺负小伙伴了。什么人？有本事出来呀。糟糕，药水消失了，不行，我得赶快找个隐蔽的地方躲起来。哼，别让我抓到你，不然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哇塞，这女人发起火来简直比母老虎还要恐怖啊。